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年6月份将合约到期，面临续约问题的女团妈妈姆今天传来了非常好的消息。1月22号，妈妈姆的所属公司 RBW 发出声明表示，目前与 Sola 姆边已经完成续约，与雪音及华萨也是以非常乐观的方向正在协议中，因为成员们对妈妈姆的热情跟自豪感非常大，所以应该会有好结果的。妈妈姆虽然是出道7年次的女团，但是专辑销售量以及海外粉丝们也是持续在增加，团体 Solo 的成绩也都非常好，所以一定会有好结果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们敲碗的 Super Junior 层面出演综艺节目的消息。2014年因为突然的恋情、结婚以及其他事件引起争议后，长时间没有参加 Super Junior 活动的成员层面最近出演了妻子 Kim 灿恩参加的 Trot 歌唱比赛 Mr. Two 一对一对决，在舞台上与妻子跳了情侣舞，最后也以 Kiss 结尾，而在饭圈引起了热议。然后在这几天又有媒体报道成名 Kim 灿恩夫妇会加入综艺节目 ANM， 播放日期还未确定，这个消息在饭圈再次引起了热议。不知道华语圈的饭圈是怎么样，在韩国论坛真的是一面倒的非常负面，彭明这样利用 Super Junior 的名字不会良心过不去吗？出演也好 Kiss 也好先退团后再说吧，真是不爽，不用团体名字的话连理都不想理他，又不一起活动还让粉丝们这么累，真的很烦人是吧？有良心的话先退出 Suju 吧，想到对队长 ET 做的事情就非常上火，以后做什么都不管我们的事，只拜托前面不要加上 Super Junior 后再活动，字幕绝对不要出现 Super Junior， 自我接受的时候绝对不要提起 Super Junior， 太不要脸了层面。不过也有很少数这样的留言， idol 也可以谈恋爱结婚吧，然后成员们都不说什么，我们也不应该说什么吧。对于曾明夫妇出演综艺节目的消息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疫情收入崩溃的男男的 MONSTAX 成员 Kihyun 在直播的时候非常诚实的爆料，疫情时代来临之后我们的收入也是崩溃了，说完之后还露出这么天真无邪的笑容。其实在这之前 Kihyun 先是说了最近行程有点忙，在疫情期间也能有这些行程真的是非常谢谢，然后突然爆料了收入。但是正当因为疫情收入崩溃的这个时期， Kihyun 也是偷偷的为了低收入家庭的女童捐款了1000万韩币。